你而家听紧嘅咧系圆网台，我系生食食出新生同埋绿色心灵力量嘅主持周小祥。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同类疗法系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嘅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嘅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而家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了，今次咧，我就同大家介绍一只啊同类疗法嘅疗剂啊，叫做砷啊，砷石字边一个深渊嘅砷，咁英文名咧就系、是、叫做 Arsenicum album 啊，呢个拉丁名系 Arsenicum album， 英文名咧系 White Oxide of Arsenic。咁其实另外一个中文名咧，我就同佢就叫做山埃，咁相信大家一定听过山埃噶啦吓。好啦，咁大家听嘅哇吓！山埃作为一个疗剂得唔得噶？咁山埃系一种剧毒嚟噶嘛，系咪？咁大家啊，呢、这个同类疗法嘅奥妙就系呢处啦。咁同类疗法咧，系将本来嘅物质咧，系经过好多次数嘅，可以话过亿万次嘅稀释咧。其实咧，本来嘅物质咧，就算佢点样毒都好啦，当佢成为一个疗剂，一个同类疗法疗剂之后咧，其实佢就完全冇任何嘅毒性噶啦。咁大家都可能都聽過啦嚇，話、那、嗰個即係山埃係經常咧係被用嚟咧，我哋毒殺啲人嘅，因為佢又令你死得好快啦，或者可以慢慢慢性中毒啦。咁聽聞喺即係喺歷年嚟啦，好多皇室嘅成員啊，包括拿破崙咧，都係被認為咧係中過慢性嘅山埃毒嘅。好啦。咁大家試想下呢個療劑嚇，嗰個影像係點樣樣咧？咁樣就可以諗下咧，即係如果你係食緊中毒緊嚇，食緊山埃俾人落毒啊，你中毒嘅時候咧，咁你有啲咩嘅感覺咧？咁啊，當然咧，你初初咧就開始咧覺得咧係胃部咧開始有燒熱嘅感覺啦，有同時咧就會作嘔啦。咁你個人會當然啦，佢感覺到好不安嘅。咁跟住咧，你就開始會嘔吐啦。咁亦都開始感覺一種嘅感覺，就好似話咧，你好似然後就快死啊咁樣。咁即係自己都身體感覺到咧，身體入邊咧係有啲嘢發生緊，有啲係毀滅緊你嘅你內臟嘅咁。咁所以咧，山埃中毒嘅人咧，其實佢亦都出現一個症狀咧，佢自己感覺咧，佢哋係就快死噶啦。咁於是乎咧，好明顯咧，佢哋會感覺好焦慮啦，好不安啦，係咪？但佢亦都唔知道即係到底發生咩事嘅。咁嗱，呢個就係一個山埃中毒嘅症狀啦。咁即係差唔多好似一種
嘅身體啊會啊會啊有嘔吐啦嚇啊，亦都會輻射啦，好似就快死嘅咁。咁可以咧喺呢種情況之下咧，我哋日常生活裏邊咧係最有機會用到生埃呢個療劑咧，係用咩地方咧？係用喺食物嘅中毒。啊，即係任何嘅食物中毒啦，即係你都唔需要知道係咪食魚中毒啊，或者食咗啲污糟嘅水啊，或者去外國旅行啊，去有啲地方咧係飲咗啲水咧係有感染嘅水啦，咁就然後出現我哋叫做 Montessori 嘅 revenge， 有啲去墨西哥或者印度旅行咧，往往都會有呢種咁嘅經歷嘅。嗱，總之任何嘅情況嘅中毒啦，食物中毒啦。啊！食咗污糟嘅水啦，或者化學嘅中毒噶啦，生埃好明顯咧係一種化學嘅毒藥嚟噶啦。咁好啦，咁如果係你遇到呢啲咁樣嘅食物啊，可能食咗啲嗰啲貝殼類嘅食物啊，咁點樣都好啦，你未需要知道嘅。總之咧，第一個症狀中食物中毒嘅症狀咧就係咩咧？就係屙啦啊！屙量大量咁嘔，屙出嚟嗰啲糞便咧係好臭嘅。啊，咁亦都屙到嘅人咧，個人好虛缺，啊，亦好似就快死嗰種嘅感覺嘅。咁所以咧，喺新呢個療劑咧，係可以咁講咧，係對任何嘅食物中毒咧，係首選嘅療劑嚟嘅。咁我相信咧，呢個療劑咧係一般嘅人咧都係有機會咧用得到嘅。咁我好啦，咁另外一個情況，我哋可以諗到生埃咧，係好，即係個效果好好嘅地方咧，就係哮喘嚇，尤其是小朋友嘅哮喘啊。咁大家你都可能都想像得到啦嚇，當個哮喘嘅情況，個人會感覺點樣啊？哮喘嘅人係咪好似直情唞唔到氣啊？係嘛，唞唔到氣，好似就快要死嗰種咁樣感覺喎。啊，一個細路仔啊，半夜三更咧，突然之間咧就哮喘發作起嚟啊。咁通常咧。呢種咁嘅哮喘嘅病咧，喺細路仔咧往往咧有個咁樣嘅歷史嘅，有咁樣嘅背景嘅。當初早期咧，可能細路仔有啲皮膚嘅問題啊，可能有啲皮膚出疹啊，或者可能尿疹啊、濕疹之類啦。咁當時咧就處理嘅方法咧，就用一種藥膏去打抑制佢。咁慢慢地咧，呢個皮膚嗰個問題咧，就俾藥膏撳咗之後咧。開始呢個病咧就慢慢地演變成為一啲敏感啦，喉嚨痛啊或者傷風啊咁樣。咁如果繼續用一啲藥物咧去將佢打壓咗、撳咗落去之後咧，咁慢慢地咧呢個細路仔咧就出現咧就哮喘嘅。咁亦都好多時候咧，我哋會見到啲哮喘咧同嗰個皮膚個濕疹咧係交替出現嘅，即係話咧，如果你有濕疹，你攞藥膏去撳。啊！撳咗個濕疹咧，當你個濕疹俾你撳咗落去之後咧，就向內伸延咧，係變咗入邊嘅哮喘嘅。咁所以喺我哋嘅自然療法同我療法咧，好強調咧，醫療咧係一定要有個方向，有個原則嘅。即係正確嘅醫療咧，就一定要由入邊向出邊發出嚟，就唔應該咧就係外邊咧係向入邊走嘅。咁嗱，好簡單嚟講啦，那個皮膚嘅問題，即係啲人一般人好少人。死喺皮膚嘅皮膚疹唔會致命嘅。但如果你將一個表面嘅毛病咧，係攞種不正確嘅醫療方法咧，係將佢打壓咗落去咧，咁變咗入去入邊嘅哮喘咧，咁你知道啦，今時今日咧係亦都有人咧係死喺哮喘嘅嚇。咁大家相信大家都記得啦，香港有位中國嘅賽車手啦，喺上海嘅時候咧都係哮喘死亡啦。咁香港亦都有位好出名嘅女歌手啦。咁亦都係咧，係患有哮喘咧，最終咧都係哮喘係死亡嘅。咁所以話咧，喺我哋嘅自然醫療裏面咧，好強調啦，我哋嘅醫療嘅手法咧，千祈咧就係唔好用一種打壓嘅手法嘅。好啦，咁你可以想像得到啦，當一個細蚊仔嚇咁有哮喘嘅，咁佢通常呢個細蚊仔哮喘嘅時候咧，咪喉嚨好似封閉咗噶，係咪？咁就好似唞唔到氣啊！咁即係好多時候咧，呢啲情況咧。嗰、那個新型個哮喘咧，係通常咧係午間半夜三更就發作嘅。
咁樣。咁通常咧喺呢種情況發作嘅時候，佢當然好驚啦，係咪？淨會喊啊，好驚啊，好不安啊，咁樣，好似感覺咧係自己就快死呢種咁嘅感覺嘅。咁一般一種新型嘅哮喘咧，通常咧佢就會比較上怕凍啦，中意飲暖水啦，中意人陪啦。一個細路仔佢驚嗰時候咧，佢就直情咧就好不安啊，要攬住就周圍嘅人啊咁樣。咁呢個咧就係一般嘅，即係同類療劑咧係應用到咧係哮喘呢個咧，亦都係可以話咧係都經常有機會用得到嘅。如果屋企人有哮喘啊，尤其是小孩子咁喺早期咧，佢好多時候會睇到嘅症狀咧，佢之前咧係曾經有皮膚疹，咁咧就撳咗之後咧，就慢慢演變成呼吸系統嘅問題，最後變成哮喘嘅。好啦，咁食物中毒啊，同埋哮喘咧，係呢兩個經常係應用到新呢個療劑嘅。咁仲有個地方，我哋都新亦都有一個扮演一個好嘅角色咧，就係咧。我哋所謂癌症尤其是嗰啲表皮嗰啲癌，有一種潰爛性嗰種癌症啊，紅斑狼瘡有種惡敗血性嘅黑嗰個貧血啊，我叫 pernicious anemia 咧，係維他命 B12 嘅嗰個貧血啦，咁樣。咁你有時諗住咁其實咪可以用應該打針都得嘅，係冇錯。但呢你身體亦都可以醫到呢，令到身體呢就唔會出現呢種咁樣嘅呢種咁樣嘅貧血嘅。咁早新呢個療劑呢，其實係好多情況之下呢係可以應用喺呢方面嘅。好啦，咁新嘅療劑呢，通常呢有啲好主要嘅症狀呢，就係通常呢嗰個病者呢係好怕死嘅，即係好似感覺上呢我就快死啦咁樣。咁亦都好不安啦，走嚟走去個身啲人好即係騰騰震啦，總之坐唔定瞓唔定咁樣啦。咁個人呢就好虛弱啦，咁個體重呢係即係降得好快啦，感覺到好即係好寒涼啦，咁同埋呢身體呢就係冇晒，即係所謂冇晒熱力冇晒熱能嘅咁。咁往往呢新嘅症型呢係夜晚黑差嘅，尤其是呢午間之後譬如兩點到四點之間啦。咁亦都佢呢新嘅症型呢有時呢有種灼熱嗰種感覺嘅，有啲咩唔舒服呢，你問佢呢胃唔舒服啊，你問佢點樣唔舒服啊，佢好似啲火燒嗰種灼熱嗰種嘅感覺嘅。咁好多時候呢亦都會有潰爛嘅現象啊，咁甚至乎呢個身體嘅組織呢有種潰爛啊，咁呢種咁樣嘅惡性嘅發燒啦，譬如係斑疹嘅惡性嘅發燒啦，嗰個藥疾病啦，呢種咁樣嘅症狀呢，其實嗰個直營呢係一個好嘅療劑嚟嘅。好啦，咁我曾經所講呢，直呢新呢個療劑呢Syndicum Albin 新呢個療劑呢係好常用於喺我哋所謂叫做嗰個臨終嘅人。咁即係話呢，往往呢係癌症去到尾期嘅時候呢通常呢可以用呢個嘅個新呢個療劑嘅。咁當然啦，我哋有多時候呢，如果係一個病人去到一個好尾期嘅癌症呢，我哋當然未必係有能力可以一定可以醫得返佢。咁但亦都好多時候呢，如果我哋係適當用呢個療劑呢，可以讓一個臨終嘅病人呢係可以安詳地去世即係唔需要一個呢係溫溫頓頓啊，插晒喉管係過身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嘅，即係都我相信都係好值得我哋去處理嘅。咁好啦，咁呢種嘅新型嘅人呢，當然啦，佢好怕死啦，亦都好怕癌症啦，好怕艾滋病啦，即係亦都好怕呢就自己會受到感染啊，咁即係好怕污糟可能呢突然之間呢就係唔敢同人握手唔敢同人接吻呢方面嘅呢啲咁嘅行為呢，即係突然之間呢係變得係好即係好奄尖呢種咁樣嘅情況出現嘅。咁好啦，咁喺呢個即係癌症嗰方面呢，尤其是一個臨終嘅癌症呢
臨死嗰啲癌症咧，我哋通常都會有機會用得到嘅。咁我哋知道啦，香港都亦都有啲地方咧，有啲叫做嗰啲善終嘅醫院啦。咁通常咧，都好多啲癌症嘅病人咧喺嗰邊咧，就係即係讓佢安詳過世嘅。咁我覺得咧，喺新呢個療劑咧，喺嗰種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咧係可以即係係應該有好大嘅幫助嘅。可以讓到臨終嘅病人咧，可以安詳地去咁樣。始終咧，我記得我好多年前咧，咁曾經有一位我亦都處理過一位癌症嘅病人啦。咁佢亦都係喺我嘅處理之下咧，佢即係其實佢活咗好多年，好多個月啦，都可能都成過年之後啦。咁佢最終都過身啦。咁佢屋企人咧就打電話俾我佢多謝我嘅佢話嚟到多謝我，因為咧佢自己屋企係好多護士嘅。咁佢亦都知道咧，一般嘅癌症嘅病人咧，臨終係死嗰個情景咧，係都係幾即係都幾創傷、幾壓力嘅。咁所以咧，佢話佢爹哋咧過身嘅時候咧，成家人都圍住佢。即係最後嗰嬲尾嗰段時間啦，咁之前佢都可以正常生活都成好幾個月嘅，到臨終有最後先至入醫院啦，咁但佢亦都可以安詳、神志清醒、家人陪伴之下咧，佢係過身嘅咁。咁其實咧喺好多時候咧，即係個個人都會有去嘅日啦咁樣。咁我哋覺得咧，可以令到一個人咧即係死得有尊嚴啲啦，其實都安詳啲咧。其實喺同類療法這個新這個療劑咧，係可以幫得到嘅，係可以扮演一個好好嘅角色嘅咁。好啦，咁頭先我所講幾種嘅毛病有機會用咧，咁我亦都想同大家咧係分享一下咧，即係新這個嘅療劑咧係好得意嘅。即係我曾經所講，新嘅療劑嘅人咧，通常咧係會怕死啦，怕受感染啦，怕俾人毒害啦，即係好多好多驚慌，好多好多害怕嘅咁。咁新嗰、那個即係呢種咁嘅症型咧，係通常係點樣出現嘅咧？咁我哋喺我哋嘅過去嘅文獻裏面咧，亦都好多經驗都發現咧，其實咧一個人點會變成一個新型嘅人咧？原來咧好多時候咧，我哋睇到一個細蚊仔佢點解開始有哮喘咧？咁原來咧，當可能父母咧係即係分手或者離婚咧，喺呢種咁樣嘅咧，突然之間咧，細蚊仔咧就好似覺得咧被人拋棄咗、被人遺棄咗之後咧，咁呢個小朋友咧就開始咧就出現呢啲哮喘嘅。咁有陣時候咧，我哋會睇得到呢啲咁樣嘅，我哋叫做嗰個始源啊，個病嘅始源咧。係因為咧係被拋棄、被遺棄，咁好可能咧有陣時候咧一個細路仔喺細個嗰陣時候咧或者話父母或者其中一個咧就要去遠外去外邊去做嘢，咁又冇乜機會咧就照顧佢哋，突然之間就離開咗咁。咁有啲細蚊仔咧個心靈咧可能係比較上係還係好脆弱啦，佢亦都係好需要安全嘅時期咧，突然之間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咧。咁就會出現呢啲，或者好不幸咧，佢就變成一種新型嘅細路仔咧，係出現新型嗰啲症狀啦，譬如哮喘啊咁。咁仲有一個元氣咧，好可能咧係經濟上嘅損失啦。一個三四歲六歲嘅細蚊仔，個屋企嘅爸爸咧突然之間失業，咁突然之間一失咗業之後咧，家庭嘅經濟困境就俾個家庭好大嘅壓力啦。咁食多啲嘢啊，或者開下燈啊，用下熱水沖涼咧，都成為一個爭拗嘅咁。咁所以好多時候咧，我哋發現咧，新型嘅人嘅背景咧，曾經咧都可能咧係經歷過一種貧窮嘅經歷，或者貧窮嘅家庭咧，係一種喺佢個即係過去裏面咧係曾經即係經歷過呢啲咁樣嘅貧窮嘅經驗嘅。咁另外一個最簡單嚟講啦，我哋上一代啦，好多時候咧都會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啦，或者係經濟大蕭條啊咁。咁本來一個人咧本來一個可能好健康嘅人咧為個心身好健康嘅人咧，咁但係因為經歷過呢種咁樣嘅經濟嘅大蕭條咧，咁佢開始咧就變成咧就一個。即係好不冇安全感啊！因為所謂人嘅求生嘅本能咧，就會出曬嚟噶啦。咁好多時候咧，有啲人喺佢經歷過大戰爭啊，或者咧係經歷過集中營嘅困苦嘅經驗啦，佢跟住咧就變咗一個人咧，就可以話咧係
好孤寒啦，吓即系好即系好需要拥有啦，即系呢啲咁样嘅身体个层身体嗰、那个即系情绪嗰、那个个性格咧，就可能因此而变成出嚟嘅。咁亦都有种情况系点样会导致一个新型嗰个症状嘅嗰、那个人型出现咧？佢本来可能一个好健康嘅，我哋叫做钙型嘅人啦，或者硫磺型嘅人啦，咁从来都好少病嘅。咁佢可能咧就系、有一次去外国旅行或者去墨西哥咧，跟住就病到。咁病到之后咧，初初可能有少少唔舒服啊，跟住咧嗰个胃大即系灼热痛啊、头痛啊，跟住咧就可能咧就即系倒屙得好犀利啊咁。咁经历过之之后咧，佢突然之间一个人咧变得咗。即係好謹慎，好小心，同埋咧好即係好焦慮嘅。對於食物嗰方面咧，佢就會猛咁研究啲即係咩叫健康嘅食品啊。有多疑病狂啦，我叫做 hypochondria 啦，成日都覺得自己有病啊。咁就睇曬嗰啲有關嗰啲健康啊、醫學嗰啲書啊咁樣。咁即係好多時候啲人咧，就因為咁樣嘅經歷之後咧，就變成一個新型嘅性格就咁出現咗啦。佢到處咧真係好驚青。亦都好驚會自己會病到，咁就做好多好多嘢咧，就嚟到照顧自己個健康嘅。咁可以咁講咧，新型嘅性格咧，嗰個人品咧，即係都好多時候咧，就有呢種咁嘅情況啦。佢係即係可以話好不穩定嘅啦。咁就於是乎咧，佢可以咁講咧，係比較上好自私嘅啦，好多時候有多自我中心啦。佢通常咧都係攞多個。个系即系取多于授予吓，即系俾人咧俾得少就攞得多嘅，因为佢呢种咁样嘅性格啊，种冇安全感嘅性格咧，系导致呢种咁样嘅情况嘅。咁有阵时候咧，我都睇到啦，有啲小朋友咁喺睇症嗰时候咧，你睇呢个细蚊仔咧，由始至终咧都系揽实妈咪嘅，好惊嘅。即係好似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見到個醫生咁心裏面盤算啊，哎呀呢個醫生係咩人嚟㗎？會唔會傷害我㗎？咁佢就死咧，就黐實個媽媽嘅。咁好多時候咧，你睇翻嗰個呢種小朋友個表情咧，佢都有一種好驚慌呢種咁嘅表情嘅嚇。咁呢種咧，我哋有時候咧係睇得出咧係一個新型嘅細蚊仔嚟嘅。好啦，咁喺新型嘅人咧，仲有一種咧就係好奄尖嘅。好奄尖聲悶嘅，同埋咧係好潔癖嘅。第一就好潔癖啦，好怕菌啦，怕污糟嘢啦。咁第二咧就好需要整齊嘅。咁呢兩樣都好緊要嘅。我哋譬如一個新型個病人，可能臨死嘅時候咧，佢卧喺張床嗰度，咁佢突然之間咧望到床頭咧嗰幅相咧。嗰幅畫咧係掛得唔係好直可能掛斜咗佢都唔得嘅。佢一定咧要求你哋咧係將呢幅畫咧掛翻直咧，咁佢先覺得安心嘅嚇。咁呢種有陣時候咧，你都睇到咧，呢種好奄尖嘅性格咧，係會出現喺啲新型嘅人裏邊嘅。咁佢當然啦，係對嗰個身體嗰個健康咧，好即係好緊張啦，好焦慮啦，好怕咧係受到感染啦咁樣。咁亦都好多時候咧，呢啲人咧就係睇醫生咧，就會揾好多個醫生嘅，一個睇完又第二個咁樣，即係總之咧，佢去每個醫生咧都希望咧係攞到一啲多啲嘅安全嘅感覺啦。咁但係咧係始終咧滿足唔到佢哋嘅，咁佢會好多睇唔同嘅醫生咧，係不斷咁咧係吞服啲唔同嘅藥物咁樣。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新型嘅人嗰種一種舉止行為咧，好多時候都睇得到嘅。咁新型嘅人咧就我曾經都提過咧，佢好似好怕咧係即係俾人落毒嘅嚇，好怕呢種俾人落毒呢種感覺嘅。咁有好多時候咧，當呢個病人咧，如果你係揾到即係、你攞咗佢嘅資料啦，你判斷咧佢呢種嘅焦慮嘅情緒啊、緊張嘅情緒啊、精神嗰種不安嘅情緒咧，係適合用呢種嘅我哋嘅新呢個療劑咧。咁當然啦，如果你話俾佢聽咧，呢個療劑係生挨咧，佢就肯定佢唔會用噶啦。雖然你再解釋俾佢聽咧，其實我哋同類療劑咧係經過好多次嘅稀釋噶，你唔使擔心噶。咁但係可以咧，佢哋咧一聽過呢個生挨咧，佢心目中腦海中以為一種劇毒咧，佢就一定咧就唔會再服用噶啦咁。咁所以咧，我有時處理呢個唔同嘅病人咧，我都要好了解一下佢嗰個心態咧，喺我哋個即係配藥嗰時候咧，亦都有時都要小心啲如果唔係咧，好多時候咧，我哋係即係進行唔到我哋需要做嘅呢方面嘅治療嚟嘅。OK，
好啦，咁當然啦，咁頭先所講啦，咁早年嗰個新型嘅人啦，佢可能會變得好自私啦，好冇安全感啦，到去搲啦，去攞啦，咁見到醫生咧，就成日都打電話俾醫生啊，會即係總之係好黐身、好黐人啦，好驚卡啦，好驚一個人喺度啦，亦都成日感覺咧個病咧係醫唔好啦。咁呢啲咁咧嘅早期就會慢慢地變成啦，咁亦都可能慢慢地咧變成咧有好多疑心病啦，對你冇信任啊咁樣嘅。咁好啦，再嚴重，後尾咧就變咗嗰種妄想症啦，又好似有啲人謀佢啊，會啲人會傷害佢啊。咁好多情況咧，我哋見到咧係一啲老人家咧。即係當佢嗰個到後期咧，佢都好多時候咧就會出現呢種咁樣嘅感覺㗎，一種咁嘅妄想啊，好似驚住俾人即係謀害佢呢種咁樣嘅妄想嘅問題嘅。咁再當然啦，最後咧可能變成咧就係情緒會低落啊、抑鬱啊呢啲咁樣嘅。咁但係唔緊要啦，如果我哋知道呢種咁樣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咧，我哋識得運用嗰個療劑咧。新呢個療劑咧，其實呢啲問題咧係可以咧係好快咧可以解到，可以處理得到嘅。我記得好幾年前，都十廿幾年前嘅。我記得我有個當時有遇到一個病人，咁佢係一位攝影師嚟嘅。咁我相信可能攝影界都可能都幾有名氣嘅咁。咁佢當時嚟咧，我記得咧，佢係同佢個女朋友咧咁咧就陪住佢嚟嘅。咁佢當時咧，佢就差唔多咧係。一種好焦慮啊，好恐慌啊，好驚嗰種嘅感覺喺度喺我面前咧，猛咁喊啊咁樣，因為男人嚟嘅嚇，咁喊啦，跟住咧猛咁喺苦苦哀求我咧去幫佢手下，即係你幫下我啦，我真係好辛苦啊，好驚啊，好唔舒服啊咁樣。咁我記得當時咧，呢個都係十幾廿年前嘅病人嚟㗎啦。咁我就俾咗嗰個新呢個療劑俾佢食啦。咁食咗之後咧。咁就即時咧就係冇再見佢咯，冇再見翻嚟咯。咁我都即係十五十六，到底即係呢個療劑有冇幫到呢個病人咧？咁但結果咧就大概都好似幾個月一年之後咧，佢又翻嚟咯。咁當時咧，咁我就問佢啦。咁到底我上次你嚟嘅時候咧，我俾呢個療劑咧？幫唔幫到你啫？咁佢話咧，當時嘅療劑咧，佢一食就即刻好翻咗嘅，即刻好翻曬咁樣。咁知道啦，新型嘅人咧就係好算噶，即係好即係去攞嘅。咁你好翻咗之後，咁佢就冇再翻嚟啦。咁即係起碼咧，佢又唔想再俾啲醫生嘅診金啦咁樣。咁呢個好多時候我哋會睇到啲新型嘅人就會咁樣嘅。佢就一好翻咧，佢就影都冇咗啦。咁我哦係咩咁樣？咁如果個療劑幫得到你，咁但幾個月之後唔知一年到啦，佢又復發啦咁樣。咁跟住咧，我就再重複又俾呢個療劑俾佢啦。咁跟住咧，亦都係咁樣咧，就冇再見佢啦。咁我大概好似見到佢兩次到啦嚇。咁都係咁樣啦，一食就好翻噶啦。咁但係咧好翻之後咧，佢就唔會再翻嚟噶啦。咁呢個就係新型嘅人嗰啲嗰種咁嘅性格行為咧，永遠都會有呢種咁嘅情況嘅。咁唔緊要啦，最緊要咧係將個病人盡快好快地醫翻好佢啦。咁好啦，咁大家咧有好大機會咧喺呢個療劑咧係處理咩咧？係處理食物中毒啦，任何食咗污糟嘢、飲咗啲污糟水啦，吐瀉得好犀利啊，佢好虛缺啊嗰種咁嘅感覺咧。記住咧，身係一個最主要嘅療劑嘅。咁其他方面咧，其實身嘅療劑應用嘅地方都幾廣泛嘅，但好多時候咧係用喺一啲好嚴重嘅臨終嘅癌症嘅病人咧，係身係一個好好用嘅療劑嚟嘅。好，咁咧今次就介紹咗呢個新一個療劑啦。我覺得咧，就算係用喺嗰個食物中毒嗰方面咧，其實每個家庭咧都有應該儲備咗呢個嘅同類療法嘅新呢個靈丹療藥。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覺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咧？係唔係就係你嘅靈丹妙藥啊？需要嘅話，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
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